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却绿洲遍布，瓜果飘香，真的挺甜的，而且皮特别薄、对，优质的自然环境成就养蜂土专家的甜蜜事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养蜂的话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可以就是说在沁园这个定地饲养的话基本有一定的这个基础。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沁阳。一段精彩的水幕表演拉开了陇东大园沁阳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虽然已经入秋，惬意的凉爽还是吸引着人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欣赏灯光秀，品尝美味的大排档，一天的辛劳也会随之消散。历史上沁阳被誉为农耕之源，而如今这里更是绿洲遍布，瓜果飘香。进入秋天，陇东高原的日照时间越来越长，天气昼夜温差明显，这个时候正是瓜果成熟的好季节。沁阳甜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拿在手上闻一闻，清香宜人，尝上一口更是皮儿薄多汁脆甜。在瓜果名村史家店，这几年当地村民靠着种植甜瓜都发家致富了。徐永学就是史家店有名的瓜果温室种植大户。徐师傅吗？哎，你好，大家都跟我说您家的这个甜瓜特别的甜。让你尝一个嘛。先尝一个，上来就先尝一个。这也不用洗，擦了就能吃。啊，好嘞。不用洗。尝一口啊。你说怎么样？真的挺甜的。而且皮特别薄。啊，对。薄薄的。这里面的汁儿也挺多的、对，这天你接下来让你也体验一下吧、我自己体验一把、然后摘一筐甜瓜、好吗？哎，好嘞。老徐说沁阳这块土地上出产的甜瓜在历史书籍中就已经有记载了，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都是种植高品质甜瓜的保证。至今老徐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吃甜瓜的味道，就是这一块的香瓜特别香名哦，就在您小的时候，哎，咱们这边的香瓜就特别有名，哎，这特别有名啊。哦，啊，反正是，我小时候那个时候，那你放上一筐，哎呀，往过一走，那温差窜的。现在这瓜子好像，前多年我种，反正是没那个味了。今年种好像那个味又回来了，哎，又回来了、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哎，对。没出去，反正是人普遍反映是今年味儿好。今年、哎，好吃，哎，好吃啊！从2001年开始种植甜瓜到现在，老徐家的甜瓜大棚共有9个五亩地。为了让自家的甜瓜依然能保持小时候的味道，他不追求高产，坚持有机种植。几年下来，史家店老徐家的甜瓜也逐渐小有名气了。这个也熟了，哎，好嘞。这个甜瓜真的，就即使不吃啊，放在鼻子旁边闻一闻，就很清香。这是有机和无机的区别。就是什么就叫有机呢？就是你们在种植这个时候都是怎么种植的呢？有机农业咱们都不上化肥，全是农家肥，啊，农家肥或啥，油渣。哦，油渣。哎，对，这个咱们这个不授粉，是自然授粉。靠自然授粉、蜜蜂授粉的，就咱们是纯天然的，所以没有人工干预，所以它的产量相对就少一些。像这么大个的，基本就应该是算个大的了，这个大小啊，基本这个可以商品走商品。哦，这就算精品了，可以把它发出去了。对，有机种植保留了甜瓜最传统的味道，虽然个头不会太大，产量不高。但几年下来，老徐收获的是自家甜瓜的好口碑。怎么想开来这儿摘甜瓜了？要不这瓜好吗？
瓜好吃。花钱吗？以前吃过吗？吃过。我年年都来这儿的，买包括买苗子，年年都来这儿的，知道年这瓜好吃。哦，年年都来，是老客户了。啊，老客户。那像您这一个大棚，大概每年啊，这一个收获季能产多少这样的甜瓜呢？嗯，整整的商品都是个一千多斤。这一个大棚就能一千多斤。哎，一千多斤。您家一个纯正的商品。哎，纯正的商品，那咱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发往外地的话，你都要。就是个儿大、皮儿薄、饱满、样子好看的精品。对，精品。哦，能产一千多斤。老徐种的甜瓜好吃，销路好，他自然也就成了史家店瓜菜种植的带头人。无论谁想学习甜瓜种植技术，都可以来找他。在这里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既挣了钱又学了本事。那他们干一天活能挣多少钱呢？以前一个小时十块。一个小时十块啊？那基本上忙的这种收获的季节，他们一天能干几个小时呢？干十一二个小时。那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啊，100多块钱。哦，一年工资得7-8万块钱开。就是光雇佣工人这一块，一年的工资您得付出7-8万块钱。啊，7-8万块钱。哦，那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增加收入了。哎，增加收入，人家有好几年挣7-8千块钱，就是两个月时间。两个月时间能挣7-8千。每年甜瓜上市的季节都是老徐最忙的时候，除了庆阳当地和周边地区。快捷的物流运输也让老徐家的甜瓜销往了更远的地方，源源不断的订单从北京、四川、江苏等地发过来，庆阳甜瓜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也让老徐尝到了致富的甜头。那像这种箱子我们能装多少斤呢？10斤。一个箱子10斤。啊，10斤。到了旺季的时候，咱们一天能装这种礼品箱装几箱啊？40-50箱。40-50箱都能发出去。都一年下午全要发出去。现在这样的一箱是卖多少钱呢？最近便宜了，150。150一箱。啊，那到了那个节日的时候，旺季的时候能卖到多少钱呢？嗯，最高的时候250。250块钱一箱。啊，250一箱。那就是这几年哈，您在种香瓜这一块大概一年有多少收入呢？就是个香瓜这一块，就是个金额可能就是7-8万。7-8万啊！作为村里的瓜菜种植带头人，老徐这几年可没闲着，紧跟市场脚步，消费者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就种植什么。啊，这就是我们黄瓜棚，采摘的。哦，这是一个黄瓜的采摘棚啊，采摘棚。哎，徐师傅，咱们家的这个黄瓜品种就是这种小黄瓜吗？哎，就是这种小黄，小白黄瓜。哦，嗯，萌萌哒。哎，这是庆城特产嘛。哦，庆城的特产啊，小白黄瓜。小白黄瓜。哎，对，刺儿多。哦，真的是刺儿多。啊，刺儿多。摸一下扎手。哎，对，刺儿多。那它跟我们普通就是家里做饭的看到那个又长又绿的那种黄瓜有什么区别呢？在口感上？哎，肯定区别还大。是吗？啊，这个是鲜吃，生吃了。哎，对，当水果就吃了。水果黄瓜。哎，对。来，我给你借一个，你尝一尝，看我们这庆城的特产。庆城的特产，萌萌哒小黄瓜。哎，对。哎呦，这会扎嘴吗？因为摸在手上真是扎嘴。哎，好嘞。感觉怎样？真的特别清脆。啊，就是水果的。特别的清脆，嗯，清甜，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哎，老徐原本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弄了一个黄瓜大棚，没想到水果黄瓜口感清爽甘甜，上市后消费者的反馈特别好。像这种黄瓜多少钱一斤呢？这近最近便宜了，5块钱。5块钱一斤啊，前阵是10块钱、8块钱。哦，啊，那像这个黄瓜，一年它能有多长的季节呢？这时间长，这就是一大茬，现在4月份开始就到9、10月了。哦，基本能半年的时间。啊，对。啥时候能见一顿就完了。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这几年，老徐的大棚接连引进了精品西瓜和一些豆类蔬菜。就整个咱们家哈，这一年的就是这个农产品这一块，大概能有多少收入呢？这个10几万。对现在的这个收入满意吗？满意很，还行着呢。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态环境，让大地增绿。让农民增收，
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找到生菜路。现在我们这个蜜源多，有这个紫苜蓿，还有洋槐，还有酸枣，还有等等一系列这个药材花蜜，就是比以前的品种多了。这个花的比以前品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养蜂的话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可以就是说在庆阳这个定地饲养的话基本有一定的这个基础。说话的这位叫孙尚荣，被大家称为养蜂土专家。2009年，依托家乡风貌的山区植被和丰富多样的蜜源植物，他和父亲哥哥一起成立了庆丰堂养蜂合作社。他告诉我们，过去农民养蜂全靠自己琢磨，现在他和科研单位联手，尝试引进国外品种，丰富蜜蜂的种群。蜜蜂这个品种是从国外意大利引进了一个蜂种，蜜蜂呢，这个它这个个体稍微偏大一点，这个采蜜这个量比咱中蜂采蜜量大一点，这个经济效益也好一点。那打开一个看看。这个我们提出了，你可以找一下这个蜂王。找一下，你告诉我蜂王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你看上面这个带深色的这个，你看用手可以不可以摸摸？我可以碰一下吗？可以碰一下啊，没事的。那没事没事，大家看，一只小蜜蜂爬到了我的手指上。对对对，它其实真的也没有蛰我啊。没蛰没蛰，在这儿，这就是蜂王。对，你看你用手一指的话，它立马就跑了。蜂王浆这一块都是工蜂刚出房的这个工蜂给它撕喂的，嘴对着嘴撕喂的。它每天这个产卵的话就是2000到2500里。它这个用天秤称一下，它这个产的卵的重量比它自身还要超过1到2倍。2000到2500粒是吗？一天。一天。所以这个蜂王一辈子就吃蜂王浆，它吃的是最精华、最有营养的。最精华的东西。孙尚荣说，他的蜂场有益蜂和中华土蜂两种，从经济效益上来说，益蜂远远高于中华土蜂。作为中国蜜蜂的一个种类，如今养土蜂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保护咱们国家自己的这个品种，孙尚荣也在积极地与科研单位合作，共同培育中华土蜂的新品种。你可以看看这个土蜂和益蜂这个有什么区别？我这么就乍一看啊，我觉得首先是整体的个头要比益蜂偏小，整体可能都要小一些。现在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个你们培育的这个土蜂的新品种哈，它的这个个头就算比原来老的要算大了吗？对，比我们以北方这边养的以前的那个中蜂个体要大一点。像这样已经算大的了。已经算大的了啊，它以前比这个还要小一点。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益蜂的蜂蜜和咱们现在这个中华土蜂的蜂蜜，我们在这个销售的价格上有什么区别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的话，土蜂产的蜜的价格稍微高一点。为什么？土蜂的这个价格反而高。高一点，为什么？就是它每年到8月15以后才能割蜜，一年只割一次蜜，成熟蜜。就很稀缺。很稀缺，所以价格稍微偏高一点。那益蜂呢？每年能割几次蜜呢？益蜂要是在这个，比如像我们这里的洋槐花开的时候，这个5-6天就可以取一次蜜。5-6天就可以取一次蜜，这个一个月你可以取2、3次、3、4次蜜。如今孙尚荣的养蜂合作社有蜜蜂30000箱，社员50多户。黄廷斌来自四川，我们见到他时，黄师傅正在装车，准备带着他的蜜蜂到下一个地方追花采蜜。您今年到在这个庆阳已经待了多久了？大概2个半月吧。待了2个半月，那现在这边的花期等于已经过了。过了。下一站准备转在哪儿啊？准备转东北。东北。哎。东北那边是追什么花呢？追那个金条。金条。哎。都说养蜂是甜蜜的事业，可是常年在野外工作，吃住条件有限，这个时候自家产的蜂蜜就派上了大用场。这是这个黄米饭。黄米饭。对，那这个要怎么和蜂蜜结合着吃呢？这个然后就跟咱们吃那个粽子蘸蜂蜜一样，把这个蜂蜜然后你倒到这里，你看倒到这里就可以了啊。然后拌着吃。对，然后你用勺子啊或者这个筷子，然后直接夹
着吃就可以了。那我来搅拌一下。对，你尝尝可以。好。咱们真的是工作环境哈、很艰苦啊，但是呢，又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对对对对。每天都能吃着自己这个采的蜜。对，是不是？尝一口。甜甜的，因为它就是纯的黄小米，然后浇上一层蜂蜜，对，甜甜的、就像一个甜食甜品，或者我们说的糯米饭啊，就是这种口味的。食物虽然简单，但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如今孙尚荣的养蜂合作社不仅生产各色花蜜，还有蜂王浆、蜂胶、蜂蜜酒等多个品种，每年的经济效益能达到600-700万元。近几年，庆阳市一边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经济效益高的特色农产品，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找城乡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庆阳新名片。药王洞村位于庆阳市东部，过去这里是出了名的霍乱城中村。2015年，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将药王洞小镇焕然一新，打造成为活力庆阳、旅游庆阳的标志项目。依托村子原本独特的自然地形地貌，修建了各种游览场景，既有青砖小瓦、水溪石桥的江南气息，也有老树枯枝、红绸经幡的西北大漠的苍凉感。酒房、戏楼、镖局，让游客仿佛穿越到历史的情境中。卡丁车、七彩悬桥、高空滑索，又把大家带回了活力四射的现代场景。来到这里，除了开心的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畅快的吃。小镇上的吃货街汇聚了西北上百种风味小吃，传统的、现代的、经典的、改良的，各种口味汇聚在此，满足了不同食客的需求。这儿的东西好吃不好吃？好吃啊。你都喜欢吃什么？喜欢吃棉花糖。除了吃这个炸蘑菇好吃，还有什么好吃？吃豆腐，吃爱牛肚鸡排。在吃货街你会发现，所有的店铺装修标准统一，经营者的服饰也都大致相同，这是景区在创建之初就定下的标准化管理模式。良好的环境、规范的制度，短短4年时间就让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国家4A 级景区。吃货街上很多店主都是药王洞村的村民，景区开业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好手艺，在家门口就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哎，老板你好。你好。这就是饸饹面。对对对，就是饸饹面。这个大架子是干什么用的？这就是那个做饸饹面压那个工具。这个是最传统的工具。对，这就是压饸饹面的最传统工具。好嘞，我也来一碗尝尝。眼前这位面馆的老板叫李怀宝，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药王洞村的村支书。老李说，以前大家都是靠着一亩三分地或者打打零工赚钱养家，吃货街建起来之后，李怀宝会做饭的手艺派上了用场，夫妻俩在吃货街租了店铺，开启了面馆。老李说，做饸饹面并不复杂，之所以他家的最地道，主要是纯手工。手工和面累费劲，但能保证这面和得够劲道有弹性。压面的模具是最原始的木作，在老李看来，从这里挤出来的面才是正宗的庆阳饸饹面。哎，那李师傅，就是像刚才您擀的这种面剂子哈，一天我们大概能卖多少呢？一天就是个60-70个，人多的时候还100多个。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旅游旺季最多的卖600个剂子，就是600万。600万是平常的6倍啊！对，就全部一碗的都是您这么压下去的。对。哎，我能试试吗，李师傅？可以试，不过这个挺费劲的，你不一定能压出来。真的呀，不一定能压出来，我试试吧。试试。好，来，您帮我放一块。哦，先放到这个槽里。对。
所以这一个面块就是一碗的量是吗？对，一个面块就是一碗，刚好。踩到这个台子上。踩到台子上一样，你试试。那我试试啊。天哪，真的是看着简单，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搭把手，这李师傅赶紧给我搭了把手，这才算把这一块面压进去。然后哦，拿刀子把它打掉，齐边切下来。啊，您有没有自己算过啊？就是压这一碗面，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反正是大个子人，还有这个有力气的，力气小还真压不下去。您多少斤呢？我140。140斤，您压着就费劲吧？就费劲。所以啊，看着简单，其实真没那么容易。费劲的。压出来的面用大火煮上5-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在凉水里过上一遍，避免它粘连。面熟了，这才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加的菜码和调料才是给这碗面锦上添花。现在我们就放着它的这个配料，这个是土豆跟豆腐，还有胡萝卜，这个是韭菜，抓一把韭菜。哎，对，这个是香菜，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制的这个辣椒。辣椒油，浇一下。辣子，对，这就好了吗？不，现在我们再，舀2勺它熬制的这个高汤，就可以了。好嘞，浓郁纯美的高汤让飘香的辣子四散开来，跟碗里所有的食材彻底混合，还没吃到嘴里，口水就开始往下咽了。嗯，香香的这个辣油的味道，来，大家看看。油油的，我尝一口啊。你尝。劲道不劲道？我就正想说呢，特别有嚼劲儿。对，这就是面要和合。然后呢，别看咱们这个辣椒啊红红的，其实它一点都不辣，香香的。对，它这个辣椒油泼得过一点就没有多大辣味儿，但是吃起来很香。嗯，而且里头刚才您加了这个。韭菜还有这个香菜，对，还有我们说了有那个小豆腐丁，小豆腐丁红萝卜土豆，对，里面的东西还挺丰富的，营养比较好。我发现咱们这边特别喜欢用荞麦来做面食啊。荞麦这个面食它主要是咱们这边的特产，在它有这个丰富的一个养生效果。一碗和了面让游客吃得香辣爽口，也给李怀宝一家带来了不错的收入。咱们自从开了这个面馆之后，大概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呢？一年的收入，这个全年有这个淡旺季，下来的话就是个10几万。满意吗？满意。近几年，庆阳市一直在探索城郊休闲旅游与绿色农业融合发展之路，千年古城庆阳正在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